强震来袭，酒店24楼狂晃，泳池里的水掀起惊涛骇浪。现场主持节目的 DJ 演员边拍边放声尖叫。那因为刚好在我们24楼是有这个民众包场的活动，在现场大概有80位左右的一个客人在，对我们现场的宾客进行人员的疏散。DJ 主持碰到地震来袭，一阵混乱，户外活动民众也是一阵惊吓。光荣码头爱河水面上出现成千上万小白点，溅起水花噼里啪啦，原来是底下鱼群也感受到地震超强晃动，吓得往水面上跳。高雄梦时代天花板上的装饰晃到不行，逛街顾客吓坏，全家人抱在一块不敢动，镜头往下拍，店员跟顾客也被这猛烈晃动吓得愣在原地。结果楼梯间灾情惨重，轻钢架掉满地，墙壁从天花板裂到地板，寿喜烧餐厅天花板掉下来，地板裂开隆起，桌椅被震得东倒西歪，隔天直接暂停营业。高雄男子测到最大震度5弱，凤山凯旋路中正预校前自来水干管破裂，大量自来水流出来，把柏油路面撑破，路面变成小河流。他们说前面有蹦一声，蛮大一声的，然后就冒水。你就怕好玩，就往等来塞车，风吹更快。隔天一早抢修开挖路面，当地数百户从前一晚就面临停水窘境，得等找到破管处重新接管才能恢复供水。昨天晚上我在用的时候。还有一点点。台南善化钓虾场虾池也掀起波浪，左右摇晃，再差一点水就要溅出来，顾客好嗨，哇哇叫。他一开始就会觉得很恐慌，摇完之后。下次就会像要逃命的那种感觉。17号晚间强震突袭，让周末休假的民众全都跳起来，惊吓连连。近新闻综合报道。